说有的时候就是在网上有人给上课，咱觉得不错哈，咱心里边就想，我得好好学习。那我们就可以这样说，我会加倍努力。I go to the extra mile。Mile 是那个英里，海里有海里的那个英语词，公里有公里。但是这哈的 mile 是英里，是英制的那个长度单位。I go to the extra mile，就是我会加倍努力。我去到哪儿去呢？去多余的那个公里，就是我要加倍努力。然后呢，为了实现这句话，就是为了实现目标而付出。预期或要求的额外努力，用这个，这应该是个俚语了，就是就像咱们中国人说的那个谚语似的。用英文解释这个词的意思，就是把什么东西放在那个多余的那个努力，在哪个之外，beyond 的是在什么之外？什么之外呢？就是。预期的 expected 和被要求 required 那个为了完成这个目标，goal 是目标，achieve 是完成。To put in extra effort beyond what is expected or required in order to achieve a goal.